Hello,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Uncle Gary。 眨下眼在澳洲呢都超过三个月，但我的 Visa 呢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呢还没有消息，好久了，等了好在呢我在澳洲呢延期逗留成功了，如果不是呢现在都不知道在哪，可能去了纽西兰、或者回了香港。唉，真係由四月開始申請嘅，到而家都已經八個幾月啦。呢、這個 SMM2H 嘅 Visa 仲未有消息。唉，都唔知道可唔可以翻到去馬來西亞過呢個農曆年同屋企人。點解會等咁耐咧？真係我真係唔明白。唉，因為我嘅驗身報告又完成啦。这个定期存款又完成了，即是很多手续都已经完成了，良民证啊什么都搞定了，为什么还要等这么久呢？来紧九个月都还没得。我想着呢，即是我都很想回去马来西亚呢过这个农历年，农历新年啊，那我入得去的嘛，但只可以逗留一個月啫嘛，咁到時或者去馬來西亞過呢個農曆新年同屋企人，一個月到咧就第一離開，或者翻香港，或者去泰國咯。如果仲未得，我諗住咁樣咯，好過我咁樣喺度個個月喺度等啦。因為呢度嘅即係消費咧真係好高，一個月嘅開支咧喺澳洲，因為我而家住喺西澤，屋企已經好平租嘅。但主要都是即係食咧係好貴咯，每日三餐咁樣都唔係辦法，同埋好悶，主要原因因為冇乜地方好去，成日都來來去都係依一個區咁樣，又冇即係揾到朋友啊去傾下偈啊，飲下茶食下飯咁樣去玩下咁樣，因為都冇啊嘛。咁變咗嚟講咧，就我諗住係啦，都係。過去馬來西亞咧，新山同屋企人過呢個農曆新年，希望可以呢一個農曆新年期間咧，可以即係批到個 visa 俾我，咁我就唔使離開馬來西亞。如果係批唔到，冇辦法，咁啊或者翻香港，或者去泰國啊咁啊，繼續等咯，為咗，因為條路係自己揀嘅，都要行埋去啦，冇理由中途放棄啦，啊！咁就仲快啦，希望馬來西亞政府第二家園，即係東馬政府，希望即係做嘢快手啲啦，冇咁慢啦。因為聽講而家新政策咧，新政府咧都已經即係上咗場啦，就應該係寬鬆好多嘅。咁之前嗰啲咧就已經冇做啦嘛，落咗台啦嘛，因為嗰啲咧就係、是、聽講話家園咧係比較即係嚴謹啲啊，同埋咧好慢嘅。咁而家新政府聽講話會快手啲，同埋咧寬鬆啲嘅，唔知係咪真啦？咁啊，我都希望係真嘅啦。如果係新嘅，咁啊仲快啦。希望九個月內可以批到啦，因為我已經超過八個月嘅啦，申請咗都仲未得。希望真係九個月可以成功申請到啦。咁就到時可以喺馬來西亞嗰度一齊生活啦。咁啊～需要話到我走來走去咁奔波咁飄泊，咁因為其實呢度咧澳洲唔係唔好嘅，空氣啊各方面都幾好嘅，只不過係唔啱我本人咯，因為我覺得係好悶，同埋消費高咯，啊唔係咁適合我嘅地方生活退休，所以我都係啱馬來西亞，我都好想盡快翻去馬來西亞吃喝玩樂啊，同啲網友。一齊開開心心，辦法真係都要等，唉都唔知要等幾耐，我都好無奈。不過我一早已經知道馬來西亞政府仲要係，尤其是呢啲即係移居啊嗰啲咧，移民過嚟嗰啲咧，係好慢嘅。其實我八個幾月咧都唔算長噶啦，即係比起其他之前人哋申請嗰啲。西馬呢，從來啦，我都等咗成年幾
幾兩年啦，有得兩年幾起碼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哋嗰啲西馬已經轉咗政策啊嘛，要100萬馬幣啊嘛。咁之前我哋係唔使咁多錢嘅嘛，所以而家佢已經轉咗做東馬啊嘛，講過啦。咁變咗佢哋嗰啲咪仲等得耐咯。啊，好在即係大叔喺度申請咗呢個免期居留啫，如果唔係咧，仲使得錢多。因為我已經超過3個月啦嘛，喺澳洲必須3個月前要離開澳洲啊嘛，去可能紐西蘭或者翻香港啊咁樣咯。咁我啲來回機票咧，食宿仲誇張。咁好在我而家申請到，使咗2000多港幣，可以就再逗留半年咯。但我都唔會逗留半年咁耐嘅，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悶啊喺度。日日係咁樣咧，我已經坐咗3個幾月，因為主要原因係冇朋友。冇朋友變咗你日日係咁樣咧，好悶好悶嘅，係咪先？因為啲女咧又要翻工啦，係咪先？咁變咗人哋唔得閒陪你噶嘛。咁細侄啊、細侄女嗰啲都要做嘢噶嘛，邊日可以陪你啫？咁變咗嚟講就即係好悶咯，變咗喺度咁樣日日係咁樣重複又重複做啲咁嘅指定工作，食嘢做運動去圖書館，人都癲啊！咁搞法。即係我馬來唔係呢個澳洲咧，俾我半年逗留喺度咧，我諗我都唔會逗留，我最多住多一個月，我諗或者一個零月我都走，翻去馬來西亞過年嚟啦。因為我已經慳翻好多錢啊嘛，我咪好出境啊嘛，我而家仲係馬誒呢個澳洲啊嘛，如果我出咗境再翻翻嚟咧，我使嘅錢仲多，幾萬蚊啊又。而家我變咗慳翻幾萬蚊。咁我諗過，不如我去馬來西亞過年啦，同屋企人過農曆新年咯。咁如果農曆新年之前我期間都未批嘅，我再去泰國咯。我又係咁樣啦，或者翻香港啦，啊，繼續等咯，等到佢批為止啦。佢冇理由唔批噶嘛，只不過唔知幾時批俾你啊嘛。係人都知馬來西亞呢啲辦事下落係好慢嘅，冇辦法，佢哋呢啲文化係咁樣。即係唔同人哋，我啲外國咧好快幾個月就得㗎啦。我聽講嗰啲，呢度咧呢啲咧，因為政策成日變咧，變咗又係好耐。最慘之前西馬我啲等咗2年幾我啲啊，我啲咪仲癲。我8個幾月出咩聲啫？邊耐啫？人哋嗰啲仲耐，係咪先？不過我係好悶啫嘛，因為我冇嘢做啊嘛，主要原因啊，我有工作咧，我喺度等咧，我係唔覺得耐嘅，但係我冇工作啊嘛。日日坐喺度等咧，覺得好悶啊，好耐咯。點都好啦 ，anyway 都要繼續行嘅喺條路嚇。希望即係啲網友即係繼續俾啲耐性等啦。冇辦法噶啦，馬來西亞佢個文化係咁樣，係咁耐噶啦。鬼叫你要啊選擇馬來西亞咩？你貪去啊消費平啊，住得大啊，開開心心啊！啲文化啊，食嘢又啱，華人又多，係咁噶啦，唔係淨係香港人噶，唔係好多國家，台灣啊、美國啊，好多即係全世界嘅華人都中意馬來西亞生活噶，因為佢哋都知啊嘛，即係依個馬來西亞咧係一個文化係啱佢啊嘛，主要都係食啊、住啊平啊嘛，咁啊可以襟啲使多啲錢，退休錢啊，啲退休金。唔需要惊话，好似一阵啊、几年啊冇晒咁样，唔知点算好。喺马来西亚唔同啊，可以慢慢晒都得嘅。啊，有又平，食又平，住又平，所以马来西亚个个都揸架车噶，成家每人都有一部车嘅，因为佢啲油真系仲平过水，国家补贴啊嘛，所以系好平啊，全世界最有嗰啲汽油啊，最平嘅。所以佢哋馬來西亞唔需要揸啲咩電動車嘅，就咩電動車啫，啲油咁平，咪繼續揸咯，嚇、啊！咁就點都好啦，希望仲快啦，真係，我都好掛住馬來西亞啲辣沙啊、炒粿條啊嗰啲啊，啲海南雞飯咧好正。OK， 咁講到咁多，希望仲快可以同一齊申請者。網友可以回去馬來西亞退休生活，開開心心，仲快，上天保佑，快啲啦，唔該，拜拜，多謝。
喜欢我这个频道的网友，请你留言点赞，未订阅我的朋友请你免费订阅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记得按埋个钟仔，我有新片就会通知你的了，多谢支持，拜拜。